在十来年之前，我被金明祥先生邀请过来，是因为我会讲六个国家的语言，所以方便给他们沟通交流的。我们在那个调节纠纷的时候，外国朋友们也是心里有一点安全感。到了今年，我们平均有100来个案子，我们来这里调解成功了，95%以上，我们把那个大事情和小事情，把小事情在这里解决。主要是我在这里安家，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，我爱人在这里生活，肯定是我也对这个社会有这个责任感。